2010年9月下旬，在山东省沂源县东里东村东侧，考古队员发现了一座甲字形大墓。经勘探，考古队员推测，这是一座两周时期的高等级贵族墓葬。随着发掘的不断深入，墓葬中沉睡千年的器物陆续出土。精致的陶器、精美的玉器，以及数量繁多、风格各异的陶俑，都在述说着墓主人生前富足奢华的生活。令考古队员感到震惊的是，在墓室深处，他们还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丝织品。所以有的我们提出来以后，有些人说是，哎呀，这个墓主人像是买鞋的，或者做鞋的。说也对呀、啊，是不是？因为这是个女性墓嘛，那个女真，那么我们以前推断是个女性墓，那女性当然也穿鞋了，是不是？他们放那么多的鞋子，可能就不太对头了。但是，在这座高等级墓葬中，考古队员居然只发现了一件青铜鼎。我们一件青铜鼎，两件斗，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如果仔细看这个的话，因为这个墓主人地位是很低的。但是呢，我们如果从其他方面来看的话，这墓主人好像是这个规格还是比较高的。那么这座墓葬的主人究竟是谁？又为何会使用这种反常的葬制？壁龛中那些形态各异的陶俑是否具有某种特殊的含义？这座墓葬是否还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呢？2010年9月，为配合东里东村农业水利工程建设翻新储水塔，沂源县文物管理所组织考古队前往东里东村开展勘探作业。20世纪70年代，这里曾出土过一批青铜器，因此东里东村一直是考古队员的关注重点。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任湘红作为考古队领队，参与了本次考古发掘任务。在勘探开始不久，他们便有了一个重大收获。我们原先认为呢，这个水塔建筑之前我们已经做了钻探，那么一开始呢，我们认为呢，是这个水塔下面一座墓葬，那么水塔西边那个呢，就是80年代破坏那座墓葬，那是一座。在这个水塔还没有修水塔建筑之前，我们做了一个初步判断，究竟是两座墓。当时我们推测呢，这两座墓应该是规模是还比较大的，南北长度大概8米左右。有时候我们考古发掘呢，这个对我们吸引力最大的，就出现比较一些特殊的现象。诡异的现象，那么我们做的东里东村这座墓呢，就比较特殊一点。考古队员当即扩大勘探范围，希望确认这座墓葬的位置。但是，随着勘探范围不断扩大，考古队员发现，这里居然存在三座规模庞大的墓葬。这三座墓葬位于山前土梁台地上，考古队员将它们分别命名为 M1 号墓葬、M2 号墓葬和 M3 号墓葬。这三座墓葬规模相似，等级相同，位置相近，这是否意味着三位墓主人生前存在某种联系呢？这引起了考古队员强烈的好奇。2010年10月25日，经山东省文物局批准，由山东大学淄博市文物局和沂源县文物管理所组成的联合考古队正式入驻考古工地，对三座墓葬展开抢救性发掘。考古队员最先发掘的便是位于墓地东侧的 M1 号墓葬。这座墓葬面积达到52平方米，
是三座墓葬中面积最大的一个。经走访调查，这座墓葬所在位置曾有一座高大的土丘，疑似墓葬的封土，这意味着这座墓葬的等级可能非同一般。考古队员即刻对 M 一号墓葬展开发掘，很快考古队员便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他们发现了类似车轮的轮廓。在墓葬中发现车轮，意味着墓葬中肯定随葬了车舆，这个发现令考古队员感到振奋。在古代，车舆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还是身份地位的象征。据《周礼》记载，孤乘下转，卿乘下慢，大夫乘末车，士乘战车，庶人乘役车。能够以车舆随葬，意味着墓主人的身份并不一般。但是经过长时间的清理，考古队员只发现了另外三个车轮，并没有发现车舆的踪迹。根据车轮数量，考古队员推测墓室内至少随葬有两辆车舆。由于没有发现车身，考古队员暂时也无法判断随葬车辆的数量和等级。不过在此前沂源地区的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员从未在墓室内发现过车舆。尽管如此，这些出现在墓室中的车轮还是令考古队员认为这可能是一座沂源地区少见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正当考古队员陷入欣喜之时，他们发现了一个极为严峻的问题。此时他们已经发掘至墓室的二层台，但除了四个车轮之外，他们再没有发现任何其他随葬器物。难道这座墓葬已经被盗掘了？从勘探到发掘，在此过程中，考古队员并未发现墓葬被盗的痕迹。那么这些器物去了哪里呢？正当众人一筹莫展之时，在墓室的北侧，一名考古队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当时呢，做了个壁龛的时候，当时发掘的时候认为是肯定是个器物，里边壁龛里面有器物嘛，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器物。作为一个墓来讲，壁龛是放东西的，所以肯定有东西。至于什么东西呢？你只有初步的发掘你才知道，所以很期待，到底什么东西啊？很期待。壁龛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十分欣喜，他们立刻对墓室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探查，在墓室的北壁和东壁各发现了一个新的壁龛。在这些壁龛中，考古队员找到了那些失踪的随葬器。这件陶簋出自三号壁龛，它通高17.5厘米，口径为18.8厘米，池口圆腹，簋身有两个龙形装饰覆耳，簋盖上还有花瓣形装饰。最为特殊的是，在簋的下方还接有一个高达18厘米的方形座。在两周时期，簋是一种石器，考古队员推测方形座的设计是为了增加簋的高度，以符合当时人们席地而坐的习惯。经过进一步的研究，考古队员确认这件陶簋应该是战国早期的器物，它的形制与临淄战国早期墓葬东孙墓出土的陶簋基本相同。同时他们还发现这座墓葬的形制和随葬品类型与1990年在山东章丘发现的秀会女郎山一号战国墓高度相似。女郎山一号墓则是战国中期墓葬。在进行综合判断之后，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座战国中期偏早的墓葬。
陶器的话，岩本桂里粉上讲出战国时期。你比如最明显的，你像豆吧，陶豆就是什么呢？就是比较脆一点，然后洗过发的，因为那边它的年代排列都比较清晰了。而且这个呢，它有水，和它们属于一个系统的，都是一个它们性质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一比较以后，借鉴一下，类比一下，那么就做成一个大致这个年代。当然这个年代我们说战国中期偏早一点，就是什么呢？把它放在战国里边，可能就稍微的偏早一点。这是沂源地区第一次发现如此高规格的战国贵族墓葬，考古队员不禁猜想，这位身份高贵的墓主人与沂源会有着怎样的关系呢？他们将目光投向了还未发掘完毕的三个壁龛中，希望在其中找到墓主人身份的线索。这里是沂源博物馆，东台地战国墓出土的大部分文物都被收藏在这里。据统计 ，M 一号墓葬的三个壁龛中出土随葬器物近百件，其中不乏制作工艺精湛的器物。但遗憾的是，考古队员并没有发现任何与墓主人身份直接相关的线索。不过，在众多器物中，一种特殊的器物引起了考古队员的注意。这件陶俑出自 M 一号墓的一号壁龛，它身高10厘米左右，身着红色彩绘长裙，身姿轻盈，小巧玲珑。这是一枚吴俑。类似这样的陶俑在一号壁龛中共发现近50件，根据俑的造型特点，考古队员将它们细分出了歌唱俑、观赏俑、舞俑、马俑等多个类别，并依照出土的位置对这些陶俑的排列组合进行了复原。随后考古队员惊奇地发现，这些陶俑居然为众人还原了一场千年之前的盛大宴会场景。整个陶俑组合呢，我们又根据它原始的那个位置呢，又在这个沙盘上做了一个复原。像它是从北到南有4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在这边是墓的主人，墓主人的两侧是这个侍从俑，它的面前呢就是一组吴俑以及这个乐俑，有陶磬，有陶鼓，有编钟，包括还后面还有吹笙的，这是一批乐俑。像这部分呢，就是这个，车马出行，有8匹马在前方。整个这个陶俑组合呢，表现的就是这个墓主人，歌舞宴乐、车马出行的一个场景。古人希望死后仍能享用生前的富贵荣华，这些陶俑呈现的华丽场景，正是墓主人生前身份地位的绝佳展现。那么这个场面我们看了一个什么问题呢？一个什么的，这边什么呢？这边是一个，这个是钟，这边什么呢？这边是这个磬。在古代我们知道什么呢？从这个来方面来看的话，古代时期对这个是有讲究的，这个礼乐制度都很严的。我们如果看这个的话，像什么是两悬，悬挂。当时周礼规定什么呢？天子是4悬的，就是它的4个方向都有乐器的，啊，都有乐器的。天子是4悬的，那么主后什么呢？主后是3悬的，就是3个方位。如果这个级别高的，这一悬，这一悬，那么一悬，这是什么呢？级别再次一点。那么以次类推，再低一点什么呢？就是2悬。那么这个我们看什么？就是2悬，有意识告诉我们，这个墓主人他的登基就是个大夫级别。大夫是从周朝开始就有的一种官职，当上大夫的人不但有着可观的收入，国家还会分配土地，绝对是有钱有势的代表。墓主人真的会是某位大夫吗？他的优点
方的双墙的女的也是摔个歪。但是你看那个秦始皇兵马俑，它就是仿的那个楚国的那个法结，多少年了。考古队员对陶俑进行缜密的研究之后，终于在其中的陶乐器中找到了线索。这是一件陶编钟，高度仅有5厘米，但它纹路清晰分明，极为小巧精致。在两周时期，编钟是极为盛行的一种乐器，用乐制度同样也有着极为严格的规定。据《周礼》记载，正乐县之位，王公县、诸侯宣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其中公县指的是四面悬挂乐器，判县则少两面，为两面悬挂乐器。根据还原的宴会场景，考古队员在宴会的东西两侧均发现了使用编钟、石磬、琴、鼓等乐器的演奏俑，这就意味着这场宴会使用的是判县级别的规制。也就是说，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卿大夫级别的贵族。不过遗憾的是，虽然确定了墓主人生前的地位，但考古队员始终无法确定墓主人生前的准确身份。同时，考古队员又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在战国中期，沂源属于齐国的统治范围，但它距离齐国的政治中心临淄较远。一个地位崇高的卿大夫为何会来到沂源，并最终埋葬在这里呢？这个问题，考古队员一时之间也无法做出解释。他们希望在后续的发掘中寻找到更多的线索。2010年11月5日，考古队员已经清理完所有壁龛，并在椁室上方厚达70厘米的青高泥中发现了两辆车舆。遗憾的是，这两辆车舆腐朽严重，已经很难复原。考古队员便将发掘重点放在了椁室之上。不过，当他们揭开外椁板，眼前的一幕让众人都倍感震惊，这居然是一个水坑墓。那么当我们打开盖板以后，傻眼了，全是水，全是水，就是挡了上面还有点空间，空间不大，大概有20厘米空间，二十公分左右吧。上面飘的全是什么呢？当时看不得很清楚嘛，漂浮的一些东西。当时害到什么呢？我们局长以后一看都是兵器，那个是。当时看以后不像，为什么不像呢？竹子，就是竹子一接近那个竹子，全是竹子。我没有见人那个竹子上面那个割头是不的，没有。水坑墓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倍感兴奋。在这座难得一见的水坑墓中，极有可能存在大量珍贵的文物遗存。不过，在场的考古队员都缺乏发掘水坑墓的经验，如何展开发掘成为难题。等会我们想办法，如果降水太快了，我们去水怎么去？你是水舀的舀吗？不行，你破坏文物。你如果抽水去抽吗？也不行。我说你如果抽得过快，那对棺椁和尚随他们肯定有影响，因为一打开以后它迅速地改变环境，那么对文物肯定有损伤，那我们绝对不允许这样做。对我们想个什么办法呢？因为当地什么呢？当地是水果之乡嘛，经常喷药啊，是不是？有非常细的什么那个细管子，大概是一个厘米，还不到一个厘米的细管子嘛，但那果树喷药，哎，这个东西可以，非常慢。所以我们用这个呢，把上面的什么呢，然后用这个来进行上面洗，就是农民喷药的那个洗。因为它降水降得非常慢。在揭开椁板后的第五天，考古队员终于进入椁室开展清理工作。他们很快发现，那些漂浮在水面的杆状器物并非此前猜想的兵器，它们只是一些竹条。不同之处在于，
这些竹条上还衔接着大量的丝织品，疑似纱幔。在外观盖板上，考古队员还发现了竹编网格框架和20多枚青铜铃。如何保存提取丝织品，成为当务之急。制作工具，我们用竹器、竹片子，全到处找以后，宽的、窄的，包括木头的，我们现在有剪的，有什么各种我们想到的工具，我说我们自己动手，没办法，不要上线，就是我想办法，就琢磨以后，不管怎么有丝织品，尽量的提取，在水里漂起来也可以，是不是？漂起来我能够拖起来，我用什么的保险或什么打起来的保险膜，起码不要什么的，不让它跟外边透气隔绝就可以。一副完整的掌握时期的丝织品出来了，长是1.3米，宽74公分。他说：“我想，哎呦，你太厉害了，你能把这整个提出这掌握时期了，太厉害了。”竹条、铜铃、纱幔，考古队员意识到，它们可能来自一种古老的丧仪。在翻阅大量史料之后，考古队员初步推测，这极有可能是荒围。荒围是两周时期的官事，荒围的使用有极为严格的规范，其材质、样式乃至纹路，在不同的身份等级都有着不同的使用要求。由于遗园本地并没有储存有机质文物的条件，考古队员尚未对荒围展开研究，便将它们送往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进行保护和修复。刚刚进入果室就有如此重大的收获，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惊喜发现呢？很快，考古队员发现大量遗存，其中包括保存完好的下葬绳。依据这些遗存，考古队员将能够复原完整的下葬过程。不过，令考古队员感到意外的是，他们始终没有找到能够代表墓主人身份的青铜礼器。在对果室进行多次清理无果之后，考古队员决定打开棺木寻找线索。但是考古队员都期待的内棺中仅清理出少量木器和玉器，青铜礼器仍旧不见踪影。棺清完了没东西，只是在头部什么的一个簪子，簪子还是木头的，还没有起过，我想他可清楚。我天哪，这样大的个墓主人这么惨，是不是？连件小玉器都没有，完了，怎么这么不可理解？是不是？没个就是一个木头簪子，那太苦穷了，是不是？也不应该，就是怪现象嘛。所以大家心情一下子就低落下来了。无奈之下，考古队员将重点转向了对墓葬形制的研究。开棺之后，棺内的湿度等环境会产生变化，为了保证随葬器物不会因突然改变的环境而遭到破坏，考古队员决定保留棺椁内的大量积水，尽可能维持器物原本的保存条件。也是因此，考古队员暂时无法查清整具棺椁的结构，但是考古队员竟再次有了意外的发现。我先看转过来，这样一看不对，为什么呢？这个墓这个椁室这个椁啊，好像是要比那个什么要浅得多，好像与棺下边还有点空间，还有点空间。所以当时我稍微的测了一下，怎么测一下，突然发现下面还有什么呢？还有70多公分空间，就是我们称的这个内棺，它不是有一个棺床一样，它不是什么吗？它底部它是全部打的板子嘛，打个横梁南北向的木板，棺就放在这个板上面，南北向的这个东西上横梁打下放上面。那我们就称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高啊，这不对，我们看的时候外面有黑深，它怎么到这就结束了？
是不是？那可不对啊，有点问题。所以我们稍微测一下，有一测，这个差距差多少？差70多公分，就是内管的那个管下面，换句话就是外管的那个旋起那个底到那个锅室的底，还有大空间呢。慢，暗舱的发现让现场的考古队员激动万分，他们立刻开展发掘清理工作，终于在暗舱中发现了大量随葬品。这些器物现在被收藏在怡园博物馆，其中就包括考古队员寻找已久的青铜器。这件青铜鼎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发现，它通高27厘米，口径为29厘米，呈子母口骨腹，鼎身有双耳小平底，鼎底有3个梯形足，出土时呈黑黄色，光亮如新。在商周时期，鼎是极为重要的礼器，是青铜礼器的核心类型。墓葬中青铜鼎的使用数量能够直接代表墓主人的身份和等级。但令人诧异的是，墓葬中仅发现了这一件青铜鼎，这就意味着这位墓主人应该只是一个市级别的贵族，这与之前墓主人为卿大夫级别贵族的推测差距甚远。 M1 号墓葬为何会出现如此反常的情况呢？很快，考古队员便在其他的随葬器物中发现了破解谜题的关键线索。这是一件水晶串饰，出土于 M1 号墓葬椁室内。这件串饰由11枚大小相似的水晶构成，其中最下方的水晶透明度最高，规格最大。考古队员推测，这应该是一位女性佩戴的项饰。与此同时，考古队员也通过人骨鉴定判断出了 M1 号墓的墓主人应该是一位年龄在50岁左右的女性。那么一号墓清理完以后呢，我考虑我们认识逐渐上下推进，那么基本上就对这个墓呢有一个粗浅的一个初步认识。从其他方面来看，我们应该是一个大夫级的，一个没问题的，那么这个一号墓，那么这个他使用的大夫级的，包括棺椁，包括这什么东西，应当跟他的什么的这个男性墓，应该是一致的，对吧？他们都是大夫级的这个级别，那么唯独呢，成为一鉴定，我考虑还是与这个女性墓有关系，她毕竟不是什么呢？她毕竟不是大夫，是大夫的一个什么一个夫人，是不是？这个我考虑这样理解就比较准一点，准确一点。那么那位卿大夫又究竟葬在哪里呢？考古队员将目光投向了近在咫尺的 M2 号墓葬上。 M2 号墓葬位于 M1 号墓葬的西侧，相距只有1.5米，二者形制基本相同。那么这座墓葬是否就是那位卿大夫之墓呢？考古队员立刻对 M2 号墓葬展开发掘。经过清理，考古队员在 M2 号墓葬中发现了少量陶器和漆器，其余随葬器物早已被盗掘一空，墓主人也早已尸骨无存。这样的发现让考古队员备受打击。现在线索已经全部中断，他们能否解开 M2 号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呢？正在此时，在墓葬北侧的考古队员传来了一个消息，在2层台上，他们发现了一副新的棺椁。更为重要的是，在棺椁中，考古队员发现了大量随葬器物，其中还有3件陶鼎。根据体质人类学研究，他们判断
埋葬在棺椁中的是一位具有贵族身份的女性，而且这名女性应该还是 M 二号墓主人的训人。能够将贵族作为训人， M 二号墓主人的身份可见一斑。那么他究竟会是谁呢？中间的就是二号墓，对，那是最中间的那个最高的山峰，东边那个墓道，那个墓道对什么？对东边那个小一点山峰，西边墓道对着西边那个小山峰，不可能那么巧合，因为它三座墓道，是不是？假如说要是事先规划的话，我考虑有这座山峰隐隐约约的该告诉我们，中间这个墓是最大的，因为它对的是最高的山峰，是不是？两边呢差不多，我考虑中间是应该是个男性墓，应该是最高规格的，他一个巡人。两边的应该什么呢？应该是夫人墓。至此，颐园东里东台地战国墓地的发掘已经全部结束。M 三号墓葬，由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农田基本建设中被完全破坏，考古队员没有从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但发掘至今，考古队员仍旧没有得到破解 M 二号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关键线索，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即将成为悬案。不过，在任湘红看来，还有一个因素一直未被考虑进去。离东台地墓地仅1000米处，有一座规模庞大的古城——东安古城。任湘红推测，这位卿大夫极有可能与东安古城有关。据史料记载，东安古城始建于东汉末期，但在东安古城的北侧，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商朝和战国时期的遗址。这就说明，在战国时期，东安古城便已经存在。据考古资料显示，东安古城分大小二城，面积达到了40万平方米。这个面积远远比不上齐国国都临淄城的面积，也比不上一些小诸侯国的国都面积，但它恰恰与卿大夫级别的封邑大小相仿。而东台地墓地 M 二号墓的墓主人刚好是一个卿大夫，这让考古队员联想到了两周时期的一个政策——食菜，即古代公卿大夫依靠封地为生。考古队员推测，在战国时期，东安古城极有可能就是齐国的一个封邑，而东台地 M 二号战国墓的墓主人极有可能就是这座城池的城主。这样的推测让考古队员极为兴奋。在战国时期，东安古城是齐国的哪一座城池？只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当时东安古城城主，也就是墓主人的真实身份，自然也能得以确定。考古队员翻阅历史典籍，终于确定，在颐园附近确实存在过一个战国时期的齐国城池盖邑。那么东安古城是否就是盖邑呢？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知道东安古城在战国时期就属于盖，而且文献记载里面很清楚，像是孟子的这个孟子的是赵其柱啊等等等等的文献都很清楚，这个就是盖大夫一个特邑，就是这个地方。而且这个墓葬的规格就是一个大夫，而它的级别是相同的，而且距离又这样近，我说这个墓主人呢，他应当就是什么呢？战国时期的齐国的盖大夫之墓，这应当没问题的。然后他生前就在城里边，死后呢就葬在这个地方。东台地墓地的 M 二号墓葬墓主人的身份明朗起来。史料记载下的盖邑城主仅有两位，一位为陈代，一位为王欢，
他们都是战国中期的齐国盖大夫。由于墓葬的年代为战国中期稍早，考古队员推测 M2 号墓主人为王欢的可能性较高， M1 号墓主人应该为王欢的夫人或者家族中的贵妇人。至此，关于东台地墓地的研究暂时告一段落。东台地墓地共出土了100余套，共1000余件随葬器物，其中大量的有机质文物遗存是此次考古发掘任务中极为重要的发现，为战国时期齐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同时，东台地墓地的发掘为找到齐国的封邑盖邑提供了宝贵的线索。那么同时呢，我们知道东安以前人们一致认为是郡城，追到它的历史追到东汉时期，那么这座墓葬呢已经超过东汉了，是不是？那么到了战国时期了，因此呢这座墓葬发掘对于我们认识东安古城就有极大的帮助，就是东安古城超过之前的历史啊，特别是理解战国时期的历史，我考虑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意义是非常重大的，就是把这个历史呢给它做了一个纠正啊，做了一个补充，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吧，这怎么的。不过东台地墓地仍有诸多尚未解开的谜题， M3 号墓葬与毗邻的 M2 号墓葬有怎样的关系？尚未被修复的有机质文物上是否还有更多线索？这些问题亟待考古工作者去一一解答。